一处废弃宫殿，仍是肃穆庄严，一场巅峰的烟火，已然安排着执行正义之客。任务来了。 攻击之中，听得万机三郎的奥数乱如牛洪，依然够事务之王，就在此时，好，起来，不是雄怀哥，万机能将出鞘，一丢鬼，应该是，但是。 本机，我特要温控，用特要避让古龙，好，终于轮到我出手了，但是，又想叫我第几名？ 要死！太郎，太郎，欺骗！鬼叫鬼见命，杀球杀球的角度，有些有些不一样。哦，岂不懂瞎子人？这口刀，难道是还有？ 浑水得斗脚，来，让我看看你身为歹人的气格吧。好，接住枪，我命之来，但我的战车确实比快更快。哦 兵器无变之招，如风暴袭击，但都叫人天灵，都无用，如飘飘蝶影，只是不分宽容。好，龙孙乱再闻兵器作秀，骗修红云，天元将龙龙红就闻蝶交影。 不及官，秀红顶霄，天下旌旗悬红，蝴蝶天众。 新鸟之物天船，都为当以千金，却问令夫应得如何去交？挥剑挥影。 化作红蝶飘飞，生命已走，也在多好消息。走啊！多谢各位，请问过何事？一别转行。 最敬意苏家石秀，银川吴家军。